苏优生又来了，赞哦！今天要开箱家里新的伙伴，全新的玩具们，超多的，这个有的开了，有 V-Link 的兔女郎哦，甲斐之虎啊，这特别版哦，好帅，还有很多性感公仔哦，还有我们自己店的这个佐助跟鼬啊，一个慢慢来，先从这个讲啊，这我先拆了，鬼灭区风柱蛇柱啊，风柱蛇柱，这一番赏啊，然后他们这次很棒哦，这次我觉得。他们终于做这个像七龙珠一样比较大尺寸的，我觉得这套真的做得不错。给他们做这个，就大尺寸，帅呗！我超爱风柱的，我知道还没有表现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了。他超疯的，他那时候直接刺迷豆子的，你是鬼，你老师哎！看到吗？来换下一个。这也是一分赏怪兽八号，我这个大着迷，超爽的，很赞哦。这个新的盲盒啊 ，Transformer 变形金刚，它就是像小 GK 一样，有场景，有人物这样子。你看我这套最喜欢就科普了，你看不觉得赞吗？我蛮帅的。哎，小小只，你看放在办公桌上不占空间。那上面好像这是什么、啊？爆米花。爆米花，怎么紧啊？爆炸啊！它应该是模拟爆炸嘛。哦。这个狂派的震荡波，女生都喜欢震荡波。好，不用理我，对不起。女王波，我那时候看到觉得，哎，怎么有这个新的？立马就抽，抽第二盒就抽到我要的，运气超好。所以女王波是第一个。对，女王波第一个，送你一盒。这新的，那里面什么？女王波，一样吗？一样的，过瘾，也是过瘾万事物的。他是名将武士，他会跟漫威联名，跟他蜘蛛人，蜘蛛人变成武士，日本武士。他会有很多角色，漫威啊，然后他也有跟《星大战》联名，噔噔，帅呗，你看。那是什么柱？雕柱，因为蜘蛛丝很黏嘛，那背影帅。最想做的牢什么牢？麦当劳、安格斯、Max、厚牛堡，实体当然啦，有点 Q 啊。先开佐助，来，我们店自己的 ，Let's go 呗。我都已经开过，我都忘记。开箱的感觉，有点凶。对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做越好了，因为他们之前可能有一些脸很崩啊什么的，我觉得真的有进步。他们就主打说他们特效剑啊，你看也是有种小 GK 的感觉。特写时间 ，Sasuke。接下来看他哥哥，哎呦，又来了，孙生又来了。这次他脸做超帅的，哦，脸好帅哦，靠腰哦。帅呗，你看两个都在起共鸣了。我这右的脸做得很帅，利罗系列真的越做越好了，很赞，完美。这个精品，这个系列精品做得很棒。这都是五六百块东西哦，精品哦。但是你看，它是真网袜哎。这五六百块这么便宜，对，这是马奇马皮裤皮靴的那个质感做得蛮好的，拿开，哎呦不错哎，组装完毕，哒哒哒，皮革那个材质弄得蛮好的，接下来厉害了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我们店有卖哦，赞哦，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短发妹，哇哎好有质感哦，哇它是不可脱的哟，但不可色色。我反而喜欢若隐若现。好大，喂，太大了吧！我最喜欢这个，就是当初吸引我，就是它的枪的质感跟外套的质感，还有这个地板的材质才怪。百慕达神秘三角洲。嗯，对，这样子蛮好的。其实我觉得蛮像十八号，你看裤子是蓝色。对耶。然后头发金色。然后十八号也有穿这个啊，这个裤袜、网袜、丝袜、丝袜、丝袜。对，好。这个太赞了，这个要好好的扫描一下。
都是这么多阴属性的，带个阳刚的。刚刚乔老师那边啊，善良记得吗？我知道。带来你们最爱的白虎，看看背面。凶。来，这个我感觉我跟你都喜欢。来喽，出来喽。我靠，蛮帅的。哎，掰起来的手感很好，这比较像是以前打仗会那种大旗子吧？哇靠，他的武器放在里面呢，一个小海报啊，一个是开嘴的脸，一个是闭嘴脸啊，戴帽子很帅，帅气 ，Let's go back， 先用战斗模式给你们看，哎呦！进入战斗模式的赛，很帅耶，细节做得不错。他这个腰上的细节是中国大陆的工作室吗？有知道的人可以跟我讲一下吗？或者乔老师跟我讲一下。上次忘记问你了，这个也是就是摆在电脑桌前的工作，这种可动的玩具就是它可以就是一直摆，你知道，人工作的时候空档就一直摆一直摆，蛮爽的。可以，白虎，我们男生最爱的白虎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哇，太多了，节省影片的时间了。赛，你选一个猜啊。两个都猜啊。好，那我们速猜。这是乔老师上次给我的，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我也没有玩过这种可动的。经过我跟赛的一番组装，搞定。这个工作室是光之壳，他们专门会做一些，它是又性感可是又好玩的可动的女生公仔。他们居然有软胶部分，那龟猫的是软的。很猛哎！我刚刚换手的过程不会那种什么啊，好难掰这样子，好难装。它很好装哎，轻松。它的那个脸雕是做的很锐利的。乔老师又有这个好康的，全部发过来，乔老师。是，你看里面的设计，你懂了吗？它就可动，你就可以这样，可以去掰它的眼，朝你要的方向。好，这个更扯了，因为他刚刚只有长辈的地方是软胶、细胶。细胶。哦，他这个人大腿、腰全部哎，这很扯哎。软的 ，My God， 屁屁也是，你看，他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很好看。应该是黄圣顿吧。我忘记了，超大，你看，飞鳞兔女郎，你看超大只，飞鳞系列已经这个老厂牌了，好久了，他都会把很多角色都做成兔女郎，太多了。超帅的哟，至臻级哦，哦，至臻级甲斐素特别版，最近在出那个什么卓越版，就是比较小只啊，那把玩比较好把玩，但是我们就是喜欢大只的，大只才爽啊，手超多，你看，哇塞，不觉得帅吗？有。Oh my god， 这真的太帅了，我吓死了，你看武士刀架超帅，是。浩克破坏者大手，我靠！你看，他的头发啊，头发很帅，他们超变超帅了，很爽吧？一次跟你们分享这么多，最喜欢哪一只啊？留言告诉我，看我东西可以抽啊，我就给你找看看。这很屌，这未来悟饭。抽啊！没有你要抽啊！哇，好多新公仔，好爽！玩具将军冠影，乔老师虚胖，我要悟饭，很帅的哟！送你们睡，今天就这样跟你们分享。以后就是我固定会有这样一集，我家里新公仔超多，然后分享给你们知道。睡，赞 ，see you， 铃铛叮叮，拜拜。烫烫呼噜呼噜，烫烫呼噜呼噜。对不起，糖葫芦我超大，你看，这应该比你长了吧？可以。